的怎么样？哎，我的，可以一路带进。我怎么觉得钱越来越难赚？唱歌要唱歌紧张吗？哦、有卡拉 OK 我就不紧张，没有卡拉 OK 的话太多了。大的 iPad， 我用那大 iPad 的电脑。好，那歌名叫什么？哎呦，为什么你们每次都在我作证？我已不认识你，认识我。我看还是算了，我就嘴巴，我就嘴巴。你刚刚那一段 OK， 只是你都已经有跟上了。前面两句你可以提一点。不是，我跟你讲哦。我先问个题目，为什么我要唱这个？你要站上小巨蛋的舞台，人家到底是当特别嘉宾哎、欸。啊，小巨蛋出体验，你要加油，可以的。不认识我，我也不认识你。好，可以了，今天就练习到这里为止。等下要唱歌紧张吗？我遇到这么多事。哎，我的，可以一路带进。我怎么觉得钱越来越难赚？唱歌要唱歌紧张吗？哦、有卡拉 OK 我就不紧张，没有卡拉 OK 的话太可怕了。练习，有，就现在没有用。你有信心吗？唱歌没有啊。